顿，矛盾就出现在那张专辑里面。电脑上面、网络上面都听不到各式各样的歌，但是支持正版，人人有责。啊，没有比，要不然就是没有比。正版专辑的同学，或是那个合法下载的同学，都谢谢你。卡片，谢谢，亲手做的，对。那个就是人生嘛，就是运气，运气刚好拿到那一张，就顺便签了一下。那个毕业生，你们踏进社会就知道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就是运气，运气。祝你们都有好运，好吗？那接下来要唱一首情歌。